他们已经认出来是我的声音了，你知道吗？认出来了吗？认出来了，认出来了。啊，那能说了吗？没事儿，说吧，没事儿。我以后决定，我要起个艺名，就叫壮士之。是认出来了，你确定已经认出来了？确定，确定，确定。肯定认出来了。肯定认出来了。他但们你说把我早姓就儿，你，认出来了。对，你还把我那你，姓儿改了，本来叫刘壮士，你给我改成李壮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哎，你们俩也认出来了吗？十月，他们认出来。他们给真的假的？要，然后说可能话我就声听音，出来了。可能啊，一你听们声俩音一能直听都出认出来的？对，啊，对可呀、啊。能声不是可能声音吧？可能因为声音，对声音很有辨识度。没，我还那合着就我一个人在这装了半天吧？没有，我觉得不是不是你刚才自己都叫漏嘴了，你还给我小漏了小李两次叫漏了。你放心，你叫的时候我已经我都沉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叫的时候我自己只能当这一切没有发生过。不是我刚你叫的时候，我让直播间的人报菜名就刷上去了，他们就直接刷过去。唉，太逗了，受了，没办法，没事，我这哎呀，这一下我可以放松的玩。放松玩，但是我就比较紧张了，我这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娱乐局好吗？主要是刺激，好久了，你玩多久了？我们每天修仙，每天到早上六点。修仙？就这个叫修仙，孤独药。你想修成你要修成盒子仙、啊？盒子。以后在电脑前就是一个盒子在玩吧。孤独药有一次给我们修仙，修到六点，我们睡了，他一个人修到中午12点。太狠了，单排吗？对呀、啊，女生。没有，我昨天第一我昨天玩的时候单排来着，单排完了以后，我自己就在周边。辅导车来了。哎，有到了。上山了，我并不准备打他，子弹不多。